大家好，今天很高兴，有差不多六百人参加我们市长多伦多市长竞选的宴会，有六百人，有好几十个义工，今天他们都是来支持我的，我们今天来的来宾有除了中国人之外，还有不同种族的，有从菲律宾来的，有欧洲来的，有伊朗来的，他们都是同一个目的，来表达对我支持。我竞选市长是为多伦多全多伦多市民服务，但是重点我们希望能够为华人服务，为华人发声，提高我们华人的地位，能够表达我们华人的诉求。所以今天很隆重，有三级政府的官员来支持。待会我还会有舞龙、舞狮、唱歌、抽奖，很多丰富的节目。所以我藉着今天的机会，今天晚上的机会，我感谢大家对我支持，我一定努力能够拼搏，能够为华人多做功夫，把华人的地位提升，为华人的福祉来争取的。咁希望大家在 October 24th 4月24号投我神圣一票，4月24号 October 24th 投我神圣一票，谢谢。